写了纸条，我去上洗手间，为啥又给我收了呢？你家是不能一个人来吃饭吗？我上回也给我收了。服务员，咋回事啊？我这写了纸条，我去上洗手间，为啥又给我收了呢？你家是不能一个人来吃饭吗？我上回也给我收了。女士您好，这个是本店的吉祥物，下次您再来就餐的时候呢，把它放在椅子上，然后我们就不收取您的餐具了，实在对不起。谢谢啊。嗯。